偷写的小日子，因为我原本吃旧的荷尔蒙，然后现在换到新的荷尔蒙，已经吃了两个月了。每一次抽血都会呕吐，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。去抽血呕吐了啾，真是一点都不好耶，一点都不值得耶，好紧张哦，我抽血比上节目还紧张，去外面上节目都没这么紧张。我今天也带了我的熊猫守卫，熊猫守卫又来台北保护我。摸上面可以，摸上面是合家观赏的好节目，可是摸在下面不行哦。今天的薪水？什么今天的薪水？你们看，我们今天我带了我的宠物来了，你们快看，嗯，有两个是我们的小犀牛，它今天跟着我们讲台北呢。你们看它很酷啊！哎呦喂，它背后可以放东西，你看我把它放了一个什么？脊椎手术，是我的口红。为什么一定要抽血才能检查？为什么一定要抽血才能检查？为什么没有人发明不用抽血就可以检验的方式啊？跟各位说一个好消息，医生说，我下次再抽血吧，会更好啊。因为我今天不用抽血了，好开心啊，心情又开朗了起来了呢。因为今天不用抽血。心情又开朗了起来，没这么开心过，好像在地上捡到5000元一样。现在老公肚子太饿了，因为他一直没吃饭，所以现在要去找一些东西给他吃，因为他太饿饿了。明德是 R 十八哎，好色哦！明德竟然是 R 十八哎，什么意思？因为他的名称是他的站名啊，是 R 十八。那 R 十八什么？真的好色哦！什么？是用你觉得色？他刚好是。化身为吃饭模式，这是我平时的模式。吃饭模式就要把这个收上来。快点，你吃看看。先吃下，我只想喝汤。还有这个溏心蛋。当姜哦，好喝哎，这个。嗯。看我的。哦。你的也好多哦，应该做得不错，应该不错吧？不错哎，它这种是我小时候的那一种，就是呢，粉很薄的那一种，小时候的传统排骨，它不是那种炸的，也不是那一种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想哎。这是传统的味道，嗯，第一次吃不会感到惊艳，但是就是很耐吃的排骨，耐吃型排骨，就跟我一样，我也是耐看型的，耐看型、耐用型的女友，对不对啊？
其实根本不耐用，看一下就没一半了。你们排骨的部位最喜欢吃哪里呀、啊？我知道你最喜欢吃中间，对不对？我最喜欢吃边边，就是粉最多的地方。对，特别好吃啊！这是什么？它叫犀尼，可爱吗？有点像客家麻薯。这还蛮好笑的。哦，这个这是鳄鱼。这是鳄鱼。你觉得鳄鱼蛮可爱的。真的啊？你想要买大 size 还是小 size？ 我帮你拿那个，你接吗？你的小你的小动物。好。有吃过。那个打完折1512，就是就好了嘛。对，就是就好。你把它拿过来。它好像青蛙。老公买到那个娃娃了，是一只鳄鱼。对啊，好肥啊，就是还蛮可爱的。你看，抱着老公的鳄鱼，在台北地下街畅游。我抱着鳄鱼啊，你看看。哦，对啊，可以伸进去，可以伸到，它可以伸到很。它里面有一个手的牌子，叫你别伸进它的嘴巴。还蛮精致的这个，它手可以伸得很深的。对啊，还蛮。它可以，它手可以直接伸到它的屁股。你看，它这个样子有点像那个《神隐少女》里面那个龙源。龙源到底是什么？有一个烤干的龙源，你看，我有一只龙源，谁要吃？那老公，你帮它取名字吗？给你取，因为这只是你的。你取名字叫布里布里哈，什么？你不要每次都取一样风格的好不好？我取什么？你取吧。那我要把它带去。布里布里啊，布里布里。那叫他水电工阿二怎么样？不要啦。哇，你爸好，就是好像要去见女朋友的感觉啊。为什么？好可爱啊。很可爱吗？很可爱啊，他在你的怀抱之中。你有喜欢他吗？有啊，很爱啊。因为其实在家里最喜欢娃娃的人是我老公，但是他在外面只要看到娃娃店都不敢进去买，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些女孩子的玩具，所以他很大男人，很爱面子，都不敢自己进去结账，只有带我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叫我去结账，这样子就说是我想要买的，就殊不知回家都是他在抱、啊、你看他的眼睛做这样。对啊，他在睡觉、啊、嗯，好可爱哦。哎，爸爸，这下我们相依为命了，爸爸去剪头发了。没吧，因为我换成一个飘飘眼线，因为我以前眼线是自然眼线往下的，它从这里往下，这是我以前的眼线，现在改成从卧蚕延伸这里这样子过来往上，就是比较泰式的那一种 Thai style。对啊，嘿，跟嘿，所以我今天看起来眼型就比较飘飘的，比较骚一点，是不是比小阿姨还可爱呀、啊？他怎么剪那么年轻的发型？好年轻的、喔，这我不行。太好看了、啊，对啊，很好看，这叫 undercut。undercut 也要看你 under 什么年纪呀、啊？不行、啊，我知道。阿姨，你看爸爸的头发变得好奇怪呀、啊，变短短的耶。对，走啊。嗯。爸爸剪了一个年轻潮头，哪有年轻潮头了？有啊，好像20岁国中生会剪的、啊。我就喜欢这样啊。那你怎么跟他说？没有，就 undercut 就好了。你知道帮我剪年轻一点的、啊？不用。那你有跟他说要让女朋友再恋爱一次的感觉吗？没有啦。
没有啊，可是为什么我有恋爱的感觉？真的吗？你不要那边撩我啦。有撩到吗？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呢？到新一区去喝个下午茶，再回去吧。下午茶哪一种下午茶？就下午茶，高档的韩式爱美下午茶啊。好的，我走韩式爱美有点远啊。你说哪一种下午茶？到那个什么？微风南山啊。嗯，微风南山就有啊。妈咪，看那个是什么？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妈咪，买给我。妈咪要坐哪边？要坐在这里，还是要坐在象山呢？好像是象山呢。出来了。下午茶。亲爸比一下。妈。怕弄脏他了。妈咪，爸爸的脸油油的，你会这样啊？好怪哦，没关系，我帮你擦干净。爸爸的脸就是油油的，你要明白。他每次吸我的奶的时候，也是弄到我的脸。怎么不要讲这个？你吸什么奶？真的很不舒服，你以后会习惯的。那边手不能指，那边吃下午茶，那里饿了呀。观众完全不知道他在指哪里，因为手太短了。为什么我要抱你一只鳄鱼来吃下午茶？为什么要抱他来吃下午茶？但你为什么我也不知道，你为什么我也不知道。鳄鱼，你看。爸爸带我们来一个很高级的地方吃自助餐呢，好奇怪哟、哦，没来过。干嘛很奇怪？前面就有好几家了，其实角落那间也是啊。角落那间我吃过了。啊？你吃过了、啊？不好吃啊？你是觉得还好？不好吃的。前面有好几家、啊。你也知道我对甜点的要求有点高。对，这阿姨啊，这阿姨对甜点要求很啰嗦呢。白痴，便衣又来了，又来去上厕所耶！那、啊、你要带他进去哦。嗯，我带他去女厕。好。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老公在厕所捡到一只手机，不知道是谁的，好奇怪哦！是谁在微风南山掉了手机？赶快来认领，这是什么 ？iPhone 9啊？没有啦，这个应该是一样是八还是七吧？谁嘛？然后而且应该是老人，他把字放得很大。哦，应该哦。对。而且他女朋友说，他女朋友佳佳说我在店里的。你的？对，现在手机不见怎么办？赶快上个服务台，来快点，快点接。哎，怎么办啊？这个快点接啊！是吗？是吗？应该是吧。喂，那个，你们的手机是不是掉了？找到主人了，马上就打来找我们了。我们找，刚好我们去九州松饼，他没有九州松饼。他在九州松饼。对啊，这么巧。他在店里啊。嗯。他在店里啊。对啊。他在哪里啊？啊，找到了。谢谢你。谢谢你。你们忙。刚刚手机不见的人就在这里，然后我们刚刚好跟他吃同一家店呢，这已经是上天的指引了。九州松饼，你要什么？你要就这样哎。他跟他最大，好啊，这边跟他生平最大的宿敌。你这次出来到底是拍你还是拍他们呢？他们太可爱了，没办法。命案现场，有的时候你发现命案现场。一个这个。那我们烤完现在是进口的口感比较酸哦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
王国长你的拜爸。什么啦？你看妈咪，大家好多啊，奇怪啊。哪有？他跟一般的小美不一样啊，反其道而行，现在市面上全部都在追求那一种很软很软腐乳腐乳的松饼，他这个是比屌还硬板板的松饼。什么软件？它那个是用五谷做的，它不是面粉做的。不好吃？不会，对一般人来讲说应该不好吃，但是我是喜欢吃比屌还硬的那一种。正好符合我的胃口呢。它那个口感不是你们一般想象中那种松饼的口感，它吃起来比较像是就是软掉的葱油饼，跟它里面，它里面也不是传统的那一种。好，五谷做的哦。它草莓没有很酸呢、啊，它刚刚还说会酸一点，其实还好，好不好？一点都不酸呢、啊，哪有很酸、啊？我吃看看这个草莓酱，这是它自制的草莓酱。好。这真的是自制的吗？这吃起来好像那个全联的女神牌草莓酱啊！这是自制的吗？这个草莓酱我好像小时候吃过，没有吗？喜欢跟我一样不喜欢那种很腻的甜味的人可以来，很好看。谢谢你，我都帮你买。不要不要不要，真的不要。谢谢你，怎么可以？谢谢你，真的吗？谢谢你，不好意思，谢谢你。天哪！只有刚刚手机遗失的人帮我们买单了 ，so sweet， 好感动哦。专做好事就会有好报，好感动哦。哦、台湾好温暖呢、啊，他说他是善良的人。干嘛这样？好 lucky 哦，台湾处处都是温暖，现在有人请我们吃饭饭，请我们吃饭饭，请我们吃饭饭，才506块。对啊，找到刚刚就那个、啊，刚刚直接叫到1500啊，然后他在挤的时候就这样子，这对不起，好犹豫哦。你不要这样的。他就很尴尬，想结的是，这个怎么吃？我都吃了1500。你不要演好不好？我要吃草莓。都给你吃，我吃不下了，太多了。为什么？赶快吃，赶快吃。哎呦，我们刚刚吃草莓有付钱吗？没有。因为我们是有做善事的好人。什么啦？这很好笑、啊。因为我们是做善事的好人，做善事就是有好报。嗯、开心哟、哦！你这很好笑哎、欸，怎么点1500？你点1500，你最好吃的完呐、啊。点1500啊，然后他就不知道要不要结，就很尴尬。你可以不要。我觉得1500不行，因为1500他还是会结，所以商务人士来讲太少，至少也要3000。我3000他就很尴尬，他想说，妈的，是哪只猪吃这么多？刚刚在九州松饼里面，然后我桌上一堆娃娃，然后一直自己跟自己我讲话，隔壁人都以为我疯了。直接在九州松饼开始半起半大家笑，隔壁的大叔觉得我可能疯了，准备要叫精神病院把我抓走，一直自己跟娃娃讲话，才没有呢，二姨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一家人呀、啊，什么嘛？对啊。我老公说今天这支影片90%都是二姨，就是二姨的一天，二姨信义区的一天。
好好笑哦，这个、啊、什么是鳄鱼新一天的一天呀、啊？对啊，好可爱哦。在这间店买。你看你的家人们 ，say goodbye， 拜拜大家，我要走人了，你们这些垃圾。